到底是谁呢？我想了解他。恩维，你还记得小时候校外教学坐游览车，途中遇到了事故那一次吗？我当然记得，印象非常深刻。车子左右晃动，大家惊慌尖叫，在隐约中，我听到了一个名字，观世音。我并不知道观世音他是谁，然而我确实清楚地听见了那声呼喊的名字。观世音，您就是观世音菩萨吗？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这句话是由宋朝流传到现在，至今超过了1000年，在华人的世界里，甚至整个亚洲，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句话，也鲜少人没有听过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据传，观世音菩萨他的慈悲阔及所有。世间众生无论遭遇何种灾难，只要能虔诚向观世音菩萨发出讯号，菩萨就能及时寻声而来，使之离苦得乐。那因此人们又称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是为佛教中知名度最高的大菩萨。然而为什么在东方世界里百姓会对观世音菩萨特别亲近呢？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能成为根植半个亚洲的重要信仰？这个系列影片，我们将和你一起去寻找答案。我记得那一次，有惊无险，正是菩萨保佑。据说，观世音菩萨是大乘佛教信奉的菩萨之一。我阿嬷说，他是印度古代神话中的一位王子。书上说，印度婆罗门教里的马头女王才是他真正的前身。还有人说，他是曾经的西明国妙庄国王的三公主妙善。那么，他到底是谁呢？我想了解他。桃园的观音区从前叫做观音乡，过去也称为观音庄。一个地理区域以一个大乘佛教里的菩萨来命名。这个地方和观世音菩萨究竟有什么关联性？这是甘泉寺，150多年的历史，是观音区的著名地标，也是居民重要的信仰中心。相传在1860年，有位名叫黄等的人在河流中捡到一个酷似观音的石像，于是将它放在路旁供奉瞻拜，几年之间受到众人崇拜，称为石观音，而后建寺奉祀。寺庙原本称作石观音寺，几经当地乡绅募款修缮，改名为甘泉寺。随着皈依信仰人数的增加，逐渐在当地形成聚落，地方称为石观音街，后来发展成石观音庄。1920年，日本政府实行州厅制度，
删除十字，定名观音庄，之后改名为观音乡。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的校长，观世音菩萨便是教务长。当校长在这所学校的阶段性任务完成后，教务长就会接手校长这个任务，并于西方极乐世界成佛。难道观世音菩萨会随着任何场景与心意改变自身，成为另一种形象吗？人人心中所见所闻的观世音，似乎有着各种多元的形象。在普门品中，描述观世音菩萨具有33种化身，也有一部分的经典因为它具有千百亿化身。或是认为观世音菩萨本身即是佛，是过去早已成就的佛，即号观音佛，或号正法明如来。因是过去佛，自然不是我们这一世界的人。难道他没有最原始的样貌吗？观世音菩萨随众生的需要，视线不同的身相救度众生。他可以是男生，也可以是女生，可以是老人，也可以是小孩，可以是商人，也可以是乞丐，运用各种善巧方便来度化有缘的众生。救苦大慈大悲，千手千眼观自在。Om Mani Padme Hum。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观世音菩萨在日本文化中常见到的简称是观音。有人认为是在中国唐代的时候，为了避讳国家领导人唐世宗的世字而有了这样的简称。然而事实上，在中国的书作里，最早可以在西元185年后汉时代的译作里看到观音的字样。印度梵文佛典里的观世音是这样写的，名号意为观察世间音声，觉悟有情，意思是以闻声救苦，悲悯众生为本愿的菩萨。随着经典的传播，不同译师翻译有不同的名号，观音、观世音、光世音
观世自在、观自在等等，其实指的都是同一位菩萨，也是古佛再来。悲华经云：过去善提蓝戒，善持戒中，时有佛，名曰宝藏，有转轮王，名无量净，第一太子，三月供佛斋僧，发菩提心，若有众生受三途等苦恼，凡能念我，称我名字，为我天眼天耳闻见，不免苦者，我终不成菩提。宝藏佛云：汝观一切众生，欲断众苦，故今自汝为观世音。这是说明菩萨得名之来由。足见菩萨的名号，确实与他成就之后大慈大悲的愿力完全相应。释迦牟尼佛说，这位大菩萨的名字叫做观世音自在。又有一个名字叫燃所，也称之为千光眼。这就是菩萨用广大的智慧来观察世间众生的音声，不管是遭苦或受难所发出来的呼救或愿求，菩萨都能察其音声予以救度。这位有不可思议威灵神通力量的观世音菩萨，是在经历过去无数的劫难中就已经成佛了，佛号为正法明如来。因为这位成佛的大菩萨具有无比的大悲愿力，为了引领所有的菩萨能共同发起慈悲心来救度一切众生，使其安乐圆满自在的生活，乃在以观世音菩萨示现于人天之间。原来他们说，只要能够专心称颂大慈大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人，就能得到无量的福报，能够灭除一切的罪业，在生命终了时能够由菩萨接引往生西方阿弥陀佛净土世界。所以净土世界是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一直以来的期盼吗？这个万众祈求的名字，我们从小耳濡目染的名号，就是你吗？大悲杨柳观世音，哀悯伦逆拔苦集，普入诸趣恒世现，令脱流转超出尘。佛教式教育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在中国古代以前很多，乾隆以前佛教还是式教育，之后慢慢就变质了，这个历史不能不知道。近代来看，有传统的佛教，有宗教的佛教，也出现学术的佛教，在很多国内海外的大学开相关的课程，比如说佛教哲学、佛教历史或者佛教与社会等等，变成了学术的知识。传统的佛教呢，它结合解行二门，学者在大学开的课程比较偏向解门，也不少学者自己重视行门，学术研究也能引导学子入佛门。我个人就是一个例子，可以视之为一种方便法门。那此外还有观光旅游的佛教、企业的佛教，好像开连锁店一样。最后一种邪教的佛教，所以有认识佛教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之后再次见面。